华人世界新闻报道，本届金曲主持人服装共有五套，除一套由黄子佼本人发想、现场即兴创作的造型外，其他四套服饰与国内设计师品牌黄伟豪、吴日云、汪丽玲、郑百成合作，鞋子由台湾手工真皮鞋品牌万杰，以及富有绅士风格的皮革领结品牌斯塔塞沃莱瑟古德斯，负责本次黄子佼金曲造型的知名造型师林玉恒透露，其中汪丽玲的作品运用大量感光材质、高科技布料与台湾厂商共同开发的独家黑白反光面料，要靠拍照感光来呈现，相当前卫且科技感十足。金曲奖主持人黄子佼笑说，过去自己曾因常穿台湾潮牌奥特斯帕斯的服饰，成功吸引小燕姐主动进店里采购，让她很开心。乐于当媒人的她对于台湾品牌如数家珍，她分享，我觉得台湾设计师很优秀，作品质感很好，不亚于国际品牌，价格也实惠，常让我有物超所值的感觉，同时也能减少撞衫的机会。